点呢，我要保护他。等打野，等打野，打野没来哟，没有打野啊，打野是什么呀？有击飞了，哎呦，他不是有击飞了吗？好嘞，好嘞，有收掉一只。你已经洗了，你洗了，你洗了，你洗。没人哦，哇，好快好快，快快侠玩他自己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们给一个观念哈，如果你的辅助不在的时候，你就要跪一点了，哪一条路都是，因为辅助只能一时，我只能在三条路选一条，我没办法一直顾每一条，反正你身边没人的时候，你就要跪一点，杀他杀他杀他，哎呦！等等哦，我打野在很远哦，成功击飞就可以杀。哎呀，不要投啊！还有谁？战神在此！哎呀，我不是女超人。啊，弗洛伦很容易单杀的呀，他很脆皮啊。真的真的，有机会吗？兵线，等一下。伤害怎么差那么小一点呢？资源太慢了呀，我们的其他路的资源。嗯，跟队友一起走哈。刚刚海牙不应该一个人跑掉的呀，他跟我们一起走就有机会。这样子即使已经死掉了。即使死掉的话，那克也要换自己啊，一换一。艾罗，哎呀，飞走了呀！他一个人守得住吗？哎，不敢了，应该可以哈。三只小兵，别掉台啊！换线的速度要快一点了、啊。这样子我们这么辛苦打的游戏，吕布不要一个人闹单呢、啊，要跟上啊！我等克里奇来，夜叉你要拉一拉，等克里奇。不是啦，让哈雅要拉一拉，等克里奇。好嘞，推通塔。上路要有人顾哈，上路。开过了，哎呀，那颗要残哦。Nice。有炮枪吗？有哦。我的队友呢？请问我的队友呢 ？Where is my 队友？又死掉了呀！如果自己少人的那一方不要死啊，
人不死就好了 ，OK。就是这个地图很大嘛，有时候人没办法每一条路都在。你队友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就稳住不要死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哦。我的队友呢？我们不是说了请车集合说了100年了吗？克里希跟射手呢？克里希跟射手去哪里了呀？我们的天空巨龙将就没了，为什么艾罗又跑去打架了呀？不要啊，哥！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他们少南克了，少南克，有天空巨龙抢小兵，点塔哟。点第二塔吗？我血有点残，我就不知道我在干嘛了呀。可以帮哦，剩下凡恩。天空巨龙可以打吗？吕布有状态，纳克要复活了。哎呦哎呦，主堡，哎呦，我回家了，我好想去偷主堡，可是我回家了。哦，吕布！哦，好难啊，这个游戏太难了。好了好了，4-2了，4-2可以直接 end 了哇，双龙了双龙。我的吕布不弃凯跑去那边玩什么？不弃凯跑去那边干嘛呀？我手我手，我的队友真棒，我的队友真棒耶，有进步了，很这一场第二场比第一场很明显的资源开很多，资源速度开很多了呀。我们要玩女超人辅助啊，结果他长太像了，不小心选到烟了，打烟了。